我只知道一堆蚊子，坐这里看会不会比较少蚊，少那个蚂蚁。还是有，在那边有啊。小心，小心。你要怎么？小心妹妹，小心妹妹。三个人分散好不好嘛？三个人分散比较安全。念念，你看你女儿今天玩烟火玩最高兴的，玩仙女棒是最开心的。你女儿从没这么开心过吧？说不给她玩很危险的那个。没有，只要大人在旁边，或是大哥哥在、大姐姐在旁边就没事。小心你的脚脚哦。不可能那么，不能这样。起来。牛童站起来。娘娘。一个大男孩像个小鬼头，两个小女孩可爱到不行，可是一个大男孩感觉很幼稚。你自己承认了我没讲。你自己承认我没说哦。三个人的烟火快没有了哈，最后一次咯。好啦，没有了。